等一下，给大家跳个六神吧，跳个六神吧。噔噔噔噔，星星才69个。嗯，感谢我在洗澡哥哥点的星星，就是你们点星的时候，我在这是全部都能看到的，非常衷心的感谢你们啊！哎呦，哪儿去了？非常衷心的感谢你们，感谢洗澡哥哥。跳个六神，六神哪儿去了？骚一点的。Miki.com。Miki.com。欢迎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喜欢小狐狸的宝宝，我们点一下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是在这里。
电脑用户，我们是在这里点击，然后有需要做场控的宝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在线的黄马。有料是吗？还是你眼光好？星星现在是100颗，有星星的宝宝继续为大家那个不是继续为大家就继续给狐狸点点心，节奏快的，我刚刚就是上一个麦序跳了好几个快的，你看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在想下一个给大家跳个什么呢？跳个什么？我想想啊，该跳头发乱了好不好？感谢三岁哥哥点心，头发乱了吧？好的，就不用那个调光了，要不然还得调光。星星竟然发现有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了三秒，一看表心里知不妙。这晚你去过哪里吧？而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。你坏了，说大概夜了，让你收不了了。差点不会猜到，但你对待我太好，头过后一般等到焦躁，需要找出路。这晚你对我说爱慕，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？你话你。今晚你去哪儿？哎，要不然。
不然这样吧，还有四分钟时间。欢迎来到992星星秀，人报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喜欢小狐狸的宝宝，我们点点关注。手机用户我们点击这里，电脑用户我们点击这里。然后一号麦、二号麦、三号麦的直播通知都勾一下。然后有喜欢做场控的宝宝，可以私聊我们在线的黄码992，是长期招收场控的啊。对，点击我们关注，我们都是新人，我们都是潜力股。哎呀，挑个性感的。好，那我就穿上我的战鞋，穿上我的高跟鞋战鞋，然后给大家挑个椅子我。对，等会儿我可能要是跳不完的话，大家不要走开啊，我突然间消失了，大家不要害怕。大家挑个椅子我啊，挑个椅子我，我得穿高跟鞋，我的高跟鞋，哪儿去了？笑敏的，笑敏这个。点击小狐狸的关注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裤子肥了，掉，跳个一步。남겨줘 나만 내 걸 찾고 믿어줄게